女星开始拍电影，还有拍什么电脑方面的，台艺大吗？台艺大的。台大这个老师都很优秀的一家，都就是一家可以做很多的那个 program。那爸爸的 profession 是哪项？台电，我在台电。台电也是那个 engineer， 我的儿子也是 engineer， 然后台电的更难要是 Alex 电是更孤味。燃料，我是燃料。更难要。哎呀，买那个煤，买那个石油的那个发电厂买的。我的这个第一个儿子是那个台湾的三台核能发电厂的那个，他是那个副总理的。所以这个。学那个工程的人是很聪明，所以变成那么优秀的一家人。
弹琴不拉的时候，说好了。